起，霜雪不完被雨洗，飞花吹将断戈壁，秋处茅庐青色不可及，红湖展翅苍茫只须臾，无所谓名歌错纵不惧，破天际间坚持的谜题，轻落困境里蜕变出浩瀚勇气，不忘江湖路上历练成龙侠义，年华一笑便是定西高歌行万里。少年梦逐浪如城，云长心镌刻年轮，年华回赠与伤痕，敢闯荡才算人生，方寸间棱角激扬青春，踏实过岁月风刃，天涯凌云尽所能，是你我并肩又一谋逆吗？我本不曾想谋逆，但陛下却逼着我谋逆。疯了！拿下！王爷，城内三万狼牙军由叶啸英召集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拔刀。王爷，北离境内八十万狼牙军也在等您的一声令下。青龙使闭关多日不见，看来是修了剑心诀呀。可剑心诀就算是再强，以你一人之力抢劫法场，未免也太天真了吧。国师，你在看什么？我看到了一道剑气。剑气？此剑气势可摧万城。哼，什么样的剑能摧万城啊？孤乃天子，岂能退凡人之剑？剑仙之剑可摧万城。剑仙？哦，他到了，陛下速退。何人？大胆李寒一，你莫以为自己进入了剑仙境界就当真天下无敌了。雪月城的二城主，青龙使的女儿，说吧，有何需求啊？下面的这两个人我要带走。可以，但只能带走一个。心月，不要做无谓的牺牲，好好活着，后面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就结束了吗？虽然不甘心，可狼牙王的生命的确就这么终结了。母亲在那一战中也元气大伤，在我将其带离之后没多久也就因病去世了。
那么萧氏皇族当中，难道就没有人愿意为琅琊王仗义直言吗？自然是有的，那人就是六皇子萧楚河。